纷花海超好拍，三五好友或是全家出动，带小孩带宠物，短短几天已经突破500,000参观人次。大家都蛮保持整洁的，不会随心随地乱丢垃圾。来，要分类哦，来，我们把那个吸管放第一个。园区占地22公顷，丰原、后里、东势的慈济志工轮流动员，单日至少60个人，共设置5个宣导回收定点。有的就是不知道嘛，还是急着要走，他就会一丢就走了。可是我们把他叫，他还是会回来分的。会啊，会配合啊。在家里都有的做啊，就做分类啊，跟教导小朋友啊。除了协助分类，慈济志工把握机会宣导如素。假日人潮一波波，其中有不少是行动不便者，是搭乘富康巴士来赏花。他上下都会帮我们固定住嘛，啊，你就不会有那些担心，然后又减少停车的问题嘛。花坛节园区周边实施交管，可提前预约富康巴士。一般民众则建议搭乘大众运输工具，避免塞车之苦。大爱新闻郭宁、蔡玉凯台中报道。